来电了没有？应该快来了。政府已经找到停电元凶了，是一只壁虎触控电箱了。紫薇，你不要着急，相信很快我们就能恢复用电了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外面那么黑，你最好哪里也别去，还是在床上躺着好好睡一觉吧。我要去控诉王美花，她是把老百姓当傻子吗？我扶你去。不要扶我。你居然相信民进党的鬼话，上次说是小鸟碰电线，这次又赖是可爱的壁虎。台湾是停电动物园吗？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哎，你让开。你别冲动，要相信政府。蔡英文道歉了，安全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，停电是暂时的，台湾的能源政策没出错。你好迂腐，你好迂腐。是我迂腐，是我迂腐。我知道你的担忧，也理解你的愤怒。民进党一直反对核电，就按日本核实，他们没有检讨，只会甩锅。紫薇，想想悠悠谷，想想我们一起看星星看月亮，还是靠我们自己吧，靠我们的爱发电吧。